来到黄埔，我发现一个能够感动未来的地方——九号水产。占地7000尺的海鲜大街，我见到龙虾的新鲜和活泼，我好喜欢煮嘢食噶。去到食材专卖店大开眼界，大大只的日本蟹有我两个头咁大啊！仲有似我手掌大的帆立杯，手臂长的蟹脚，煮饭煮粥都一样烟韧的福禄寿米，仲有健康的水云 ，ready to cook 的薯饼同埋酿蟹盖，可以轻松自己煮。行攰咗，仲可以去到日本餐厅坐低慢慢叹，样样都想试噃。遥知味居酒屋，重现西川宏味的味道，最好味有汁煮牛脷同埋水云煎蛋卷。而知味寿司吧，潮食之一东甩寿司，外形趣致，大人同埋小朋友都可以一齐分享。想亚致一啲到蟹宴，日本直送活蟹到港，风味绝佳啊！另外点清酒的时候，仲可以自选嚟自北海道小樽的清酒玻璃杯，能够保存清酒冰凉的味道。再到寿司长泰，这个从日本专程订造的鱼生熟成柜，令到鱼肉更浓郁鲜美。吃饱之后去海底游乐园玩下，在画纸上面设计属于自己的鱼和海龟，完成之后可以将科技赋予生命，投射到长达5米的 LED 荧光幕上面，见到自己条鱼游来游去，好得意啊！就算一个人、一班朋友、一家大小来到这里，都会有满足的笑容。